嬷常常我讲，底饭底菜，放伫大底桌顶，等伊调一灾。大家伫管管家家，阿叔讲笑话，阿嬷笑嗨嗨。有的花草摸着骨骨，有的摸着粗粗。
另外一个面头是外口外国的。有人走入来，伊阿嬷耳旁边细声讲话。Thank you.
记一下来，阿嬷的猫讲，这过上食的白菜，袂当恢复原来的模样。Yeah.